押韵就还好。我们今天有很多，也没有很多，就是有两首新歌。我们秀歌越来越少了，因为新歌越来越多了。然后我声带发炎还没有好，可是也不会怎样，反正我唱烂烂的歌，你们就烂烂的听。可是我戒烟了啦，好不好？我努力了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。